能够拿到这个奖，我要特别谢谢编剧，因为你们的关系，可以写出《俗女》这样子的剧本，让一个40岁的女生有机会。得了，了不得！今天是我们电视人一年一度的盛会，是我们电视人的同乐会。今天属于大家的好日子。是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曾国城。大家好，我是唐启阳。哦吼！第57届电视金钟奖综艺节目奖得奖的是，恭喜《大嘻哈时代》。哇，恭喜！小庆姐，恭喜！第57届综艺节目最佳主持人得奖的是黄子佳 ，Lulu， 黄璐子怡，婚礼歌手，电视金钟奖戏剧类节目奖得奖的是斯卡罗，男主角奖。得奖的是陈雅兰，八品锅鱼白王。恭喜！戏剧节目女主角奖。哦，谢盈萱四宝的天堂。第57届最具人气综艺节目奖，恭喜！综艺玩很大，同个学校。主持人今天坐在那边，琳琅满目，琳琅满目是，而且每一位都是多产的，有有有。你看，有阿公，哦，瓜哥，对对对，资深阿公，还有准备当阿公啊，宪哥，恭喜恭喜，而且要连当两次哦。那话连装的，是是是连装。还有那个穿红色长得很像阿公，哦，曾哥，陈陈不还没有，没有陈陈。陈哥，你一定从来没料到说你有一天我们的对手会是桂妹姐啊，温真菱、柏宏哈，搞不好打开还是哦。我真的没有偷看，杨桂妹、施明帅、温真菱、林柏宏啊！恭喜温帅！哇哦！哇！能够拿到这个奖，我要特别谢谢编剧，因为你们的关系。可以写出《俗女》这样子的剧本，让一个40岁的女生有机会。今晚金钟最高潮。好了，刚刚发生《俗女》的事情啦，陈心怡，对不起。